下地，膝盖痛。对，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往上一点，要缩，往上推，一米七。对呀、啊，不要乱动，压住了不要动了。不信，要动了它怎么动的？你猜怎么说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还是安心。哦，我刚才没事，哦，完了，刘先生是。不准了。啊！慢点，保三代的啊，你家长才算。哎，不行了，真的要死。陈慧也可以再办一次。我可以到这边。对，感谢 L， 感谢你充值了吗？感谢蒙山洗水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来陈浩宇再来一次，陈浩宇上，快点！走。这来，你们给他试一下，傅珊珊，舒曼乐给他试，试到地上去啊。走啊！往上一点，对。压着他脚跟往下压。脚跟往下，你放松，陈浩宇，你不要推手。往下，哎，那边要用力啊，刘星怡那边要用力啊，两边要平衡。刘星怡往下，再往下，贴地去。好，别动，就在这儿，再往下一点，刘星怡再往下一点，数30个出来。刘星怡这边高了，往下。好，起。好了，赶快去弄腿去搬腿来，快，冯立新先来，上来脱了去脚。感谢力谷啊，感谢雷，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我们开始搬腿了啊，刚刚是撕胯，现在是搬腿。新鲜的，前旁后腿都活动开啊！今天前腿旁腿撕完了，还要撕后腿的啊，是吧？拿个垫子，放在墙角，放在墙角，美女。傅珊打胯了吗？用力打了吗？认真打了吗？啊，试完，娜娜怎么不打胯？刚刚试完了怎么不打胯？啊？你搞完了要打胯，用力打，认真打啊！你们已经打胯了吗？赶快直接劈蔬菜，加砖蔬菜，赶快！别在这蹬来蹬去的，蹬好久都不会开。好啊。Thank you.
再往上一点，搬完腿了踢腿，踢完腿了搬腿，舞蹈就是台上十年功，台下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啊，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感谢用户408的关注，感谢阿牛的关注。哎呦我天！感谢嘟嘟优关注，感谢鹿的关注。也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哈，一个搬砖的主播。脖子要扭断。感谢明天的关注，感谢可爱的小云子的关注。感谢奶糖也有闺蜜的关注。老师，有人问吴家坤在吗？感谢年年有余的关注，感谢泛舟北海中的关注，感谢新的关注，感谢用力气啊，感谢阳光2021的关注，感谢梦想之人的关注。第二个是谁？看，你看了没有？你看了没有？来。感谢吴的关注。这个是啥？感谢不知道的关注。走。感谢猪的关注。感谢遗憾的关注。感谢冰的关注。感谢象豪大大的关注。感谢樱桃的关注。太棒了。王俊熙，你好。又来。哪个？他刚刚那个给你。这不就是我吗？你说什么？两个老妖。三十道。
这是谁？不知道。感谢拔拔的关注，感谢开心果果的关注。估计你要问你到时候上大战又来天上发生我身上我们一个月工资你好好学，一个月工资高两倍，一个月工资高两倍。哎呦，我这么好的吗？谁在说话？不告诉你谁在说话。哎，你们谁来说一下，我去活动。啊，所以说一个月工资一万二够少了。感谢空空空的关注。感谢巴巴的关注，感谢马尾冰棍的关注。感谢清风明月送出的玫瑰花，感谢小罗睡得醒的关注。感谢清风明月的关注。红酒吧，红酒吧，红酒吧。哎，夫人说你来。哎，姐，今天活动。感谢刺客的关注，感谢这个是谁啊？感谢思思的关注。别帮我扯一下我的手啊！从哪呀？强不息的关注，你们这话题我跟你说中了彩票，我已经收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收了，我知道怎么了？我给你。哥，哎，我来帮你。真的，你是不是一个？不可能，你在我的手里面。我真的没有你大哥，你自己看。不行。快点上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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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
用力踢啊！感谢关注哦哦，感谢山路的关注，感谢这个什么？浩瀚森林。嗯。好了，沙袋用力踢啊！火花，感谢大王的关注。你感觉踢？感谢主播的关注，感谢825的关注，感谢呵呵的关注，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啊。你每天过来帮忙压一下来。你每天两点是吧？好，你们自己记得。不是小心啊。对。我在这里。好，那去工作吧。我没上次。妈妈，去感谢关注你。感谢关注，去吧。去主播。去主播。快点，又不起来再打开干嘛？何浩已经敢跟踢别人废话。从你也是去跑，他来踢去，你在这边超过180，用力踢。他说的，有进去，有什么？啊？你去。去吧。超过你了。不是。啊！哎呀，让我看看，怎么每到我念的时候全是数字啊？快点吸取。没有念错字呗。这个，用力踢啊！用力踢，不要驼背。老师，要不你来看一眼吧。他学的数字。不是数字的问题，这个你管他的，管你什么？哦，我知道你什么，你都没有思路简单的，你就是最贵的，你试试吧。试试阳光，然后放眼睛亮起，浑身都是，他说很迷的，那是哪个图啊？照片很迷的，你写出来真的是突然死掉的。他们写的很像爱人，而且感觉动情，这么高。是妈妈去帮他搬一下。啊，你去帮他搬。来了，老弟，你们老弟应该是你的，走，去买枣来。我紧张，我想去上厕所。去。来一个人。
水货。快点，我爸不到了。你站起来吧，你算了，不用了，太软了。感谢郭伦关注，感谢整人服饰关注，感谢赵娇关注，感谢妹妹关注，感谢公司关注，感谢关注，感谢任我行成为粉丝，成为那个在线观众，感谢送任我行送的小心心，感谢大热，感谢天下，感谢上门女婿，感谢雁过拔毛，感谢204，感谢397，感谢北京，感谢阿巴关注，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感谢海拉板川关注啊。感谢皮卡丘关注，感谢坚强关注，没有关注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大家。感谢野狼关注，感谢自然城关注，感谢得有钱关注，感谢荔枝关注，感谢730送出的人气票啊，感谢雪域之狼，感谢梦一场，感谢880关注主播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感谢，谢谢大家。躺下去，王彤躺下去。王彤躺下去。感谢力量关注，感谢 K 关注啊。老四呢？赖老四。赖老师，我来，感谢海燕送出的小心心啊！好，请不要我十万块钱，有点过分。那我这不是要你呀？请吃火了。过来，刘静怡过来，刘静怡上次播的挺好，快点。我什么时候播过？快点。我什么时候播过？刚刚。你就感谢就可以，快点来，不要废话。妈呀，这个。感谢送礼物，感谢送那个关注，快点，快点。啊哈哈哈！我压力倍增啊，让我看看。哎，好像自己搬一下。我们开一点吧。我们七神七的单是单开。感谢光辉岁月关注主播，感谢马导的关注，感谢二弟的关注，感谢同学关注，感谢幸福人生的关注。声音大一点。感谢天马行空的关注。感谢落叶的关注，感谢无限拉扯关注，感谢泰山的关注，感谢福禄的关注。这啥呀？这什么东西啊？我念不来啊，怎么办？你来念一下吧。感谢卡布奇诺送出的玫瑰。感谢琪琪国的关注。感谢安逸狐狸的关注。这个谁呀、啊、我读书少啊，看不到。感谢天上有颗小星星的关注。感谢弱不禁风的分享。感谢 Ben 的关注。感谢浪漫金的关注。就是我可以把镜头移到你那边。
不用，来下一个谁？带头。我知道。下一个是我。那个四分三两吧，你没进，四分三。我提前了。神奇，没劲的吧？没劲的，先到处跑。快点，珊珊。行。感谢风吹麦浪麦麦浪的关注，感谢静静的看世界关注。让我看一下。干嘛看反面？感谢陪我久一点的关注。感谢不幸的关注，感谢16%的关注。感谢叫什么的关注。你们一点点吗？刘静音是不是也麻？我是大腿痛。你麻不麻烦？我也麻。哎呀，我这也很差。我主要是大腿太痛了。主要是膝盖那种眼镜。啊。冯金熙，叫你。妹妹，妹妹。感谢老马的关注，感谢就很呆的关注。原来是你粉丝的。我爸好像不在了。感谢恭喜叫什么的成为，在线关注 top 一。感谢叫什么的送出的棒棒糖。哇呀，这都什么名字啊？感谢跳出五行外的关注。没有没有没哭。斑马的老师。完了，换一个人，换一个妹妹。到我了。到我了。这个不疼的，习惯着。感谢齐哥关注，感谢齐哥的关注。拉一个你们前去的地方。感谢齐哥的关注。下面有勾脚可以。啊，我脖子酸死了。感谢费三思念的关注，感谢齐哥的关注。感谢三叶草的关注。这个完了，我快近视了。感谢兔敲可爱的关注，感谢我欢迎压抑铁西剑哥的关注，感谢0.0的关注，感谢吴大哥的关注。你去报一下，你拿出来，前后三个账号。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感谢王者的关注，感谢。你每天也正常吗？哎呀，断掉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老师。难得是这样，是老师啊。感谢沧州0点自动化配电箱的关注，感谢习惯了独处的关注，感谢花生。波波脆的关注，让我看一下，感谢金光的关注，感谢王某人的关注，让我看一下，感谢国产豆沙包的关注，感谢就是苗的关注，感谢小新的关注，你去放，啊，拍照。你也拿上泡一泡，给他剩一下。来了。第90步啊。下面腿要伸直啊，王彤去帮他踩一下下面腿。这，你没劲，勾脚，把他下面膝盖踩着地，用脚踩，站起来踩。对，压住就可以，他没有起来就可以，你不用说使所有力。还有一分钟啊，用力勾，把他脚勾到头。
膝盖伸直，陈浩你不要高，就90度。感谢南城送出的小心心啊，感谢玉玉关注，感谢大河关注，感谢美妙美妙关注，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哥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啊。换腿，拉得痛吗？头上你这样踢痛不痛？麻不麻？对，要踢，快走，就90度，用力勾脚，对吧？前屈股拉开。用你勾胯，说正话，不要放胯。就直接在地面踢一条腿20，90度啊，不要提高，用力勾，走，膝盖伸，膝盖伸，膝盖伸，90度不要高，对。脚被踩了啊，脚被踩了。感谢小时候关注，感谢语言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啊。感谢355776晨晨关注主播。你后天嘛，星期四早上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练了，现在练正腿。感谢爱真香关注主播啊。星期四早上10:30。膝盖伸直，用力。膝盖了，膝盖窝那里是弯的，没劲。傅山这个腿怎么这么差？现在你不要放胯，他不就不会胯痛吗？你胯都放出去了，完了下来搬哦。陈浩宇，你看你那旁腿抠的。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啊，谢谢大家。啊，踢开，手叉腰，就踢90度。对，膝盖伸直，肩膀放下来，不要耸肩。感谢尾号82，四撩故人，只有你啊，你好啊，关注主播金银。浮云，
膝盖用力，下面左右腿不要弯呐、啊，用力勾脚，勾到头踢，但没用。膝盖伸直，李美金他腿弯的，对，腰立起来，再高一点，刘金低了，对，对，速度快，李美金，你看看刘金这速度，你看你的速度，腰中段都是松的，要不然跳蒙古筷子舞怎么跳不动？膝盖伸，就让他下来搬来，感谢医生相伴关注啊，不要勾脖子，臀部不要往前，脖子立起来，对了，长高一点。起开啊、哦！来，下巴踢正腿来，快点，把东西收起来。踢了最后一腿翻步。对，三个人，四个人一组吧。今天八个人，四个人一组。准备。感谢老李头的关注啊！没有关注可以关注一下。准备走。对，准备八个啊！准备五、六、七、走，停，走，数节奏，勾脚踢。陈浩宇，你干什么？连起来，不要慢。走，第二组准备，五、六、七、八，走。膝盖伸直，高一点。感谢风英子关注主播，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啊。膝盖伸直。往上拿呀，高一点，三宝飞哪去了？自己看一下，三宝掉哪去了？红领巾。你把棍子我拿过来了，红领巾把棍子我拿过来，把下来跟我节奏来，二十个，准备，站到把下。原地的啊，五、六，三棒手再说一遍，不要掉下来，三棒手撑出去，抓住了，然后跳起来啊，会不会拎起来？踢腿的时候把胯踢起来，我不要往下坐，
越踢人越高。五、六、七、八。走路会不会下面脚走起来？走路走，脚立起来。感谢一片花海的关注，感谢力哥的关注，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啊，谢谢啊，快收正了，勾脚，用力勾，王彤勾脚了吗？勾到头了好吗？好，走，换旁腿，直接变，不是中国人，勾到头，上啊，米粒。下面腿蹬起来，人往上拔，勾脚，带脚往上搬呢，再往上拎起来，下面主力腿伸根，不要到处跑，对，把根扎下去，腰立起来啊，不要松，后背拎起来，好，准备拱脚尖，走空啊，三二一，控住，走空，要往上立。对，走下坠手型，拱脚背，点地脚往前顶。对，肌群课怎么学的？走，手圆一点，呼吸，走，大，伸出去，收。来，旁腿来，就20个啊，认真的啊，最好的20个，我没让你们踢100个吧？倒脚走路会不会？大大大大。一大大大，二走路大，三走路，知道吗？准备，五、一、八，走，一、二、三、走，二、三、走，腰立起来，带着脖子立起来，别缩着。勾脚，感谢 FC 关注啊，感谢时间关注，感谢马建斌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谢谢。往上拉，头上往上拉，把耳朵在后面拉，你们已经上操走啊，腰立起来啊，你们已经长高啊，怎么人缩着呢？负三的往上搬，你长脸160度了。比较松，陈浩宇，数30个数下。腰立起来，后背往上拔，主力腿伸根，下面腿往下扎，走，绷脚尖，走，扣，掐住啊，腰往上掐，走，大，下方手夹住，好看一点。走，点地，别松，脚跟往前顶，赖子朝手圆的，你看一下你的手型，对，手指尖对正前方，对，走，呼吸，走，吐气，大，往远伸，好，
放松。好，蹲对。没有关注，关注一下老师啊！我们准备下课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啊！好，立正。今天这个体能拉的可爽吧？嗯，累吗？星期四我还要量体重啊，该跑步的赶快给我去跑步去，该节食的赶快给我节食去啊，该少吃的给我少吃去啊，多喝水。再说一遍，喝水可以加速你身体的脂肪燃烧啊，加速你的新陈代谢，多喝温水啊。包括冯俊熙怎么91了不动就不发是吧，啊，没有瘦就要发，星期四早上啊我们会撑的。好，下课。好，下课，感谢大家啊，我们准备关了，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老师啊，我们准备下播了。嗯嗯，红领巾等一下跟我走。哦，老师，你可以跟他们点点关注，我们下次开播有提醒。对对。干啥呀？什么东西啊？点点关注不迷路啊，下次开播有提醒啊。再见啊，谢谢大家，拜拜拜拜。